平仓我用简单讲好了，它是用 H 平仓盖的。当然我们不是要盖那么高，是不是盖那么要那么粗的 H 平仓，我们 H 平仓大约是150×300左右，啊，这是一般的尺寸，啊，我不是建基础，我们都大概都是在150×300左右的 H 平仓，这个足以盖工厂，很高的工厂，多高？5楼层高的工厂，啊，5楼层 高的工厂，然后我们的外墙呢是防火构造物，啊，不是一般的，各位可能会看到这是 FRP 的啊，或是一般钢板啊，其实那个钢板部分。火烧是会黑的，而且会融化掉的。那我们的部分是灌浆的，好，是灌浆，是防火构造。我们是有防火构造的证明，不是一般的一般的那个板式的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。我想这个其他单位怎么做，我们不去做任何的说明，只是给各位讲，我们这个是取得一个防火构造的一个证明的部分，哈，那这个给各位做一个补充。